对，其实我刚才漏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一般策划展览呢，这个是从头到尾都要负责，包括展览的标签啊，这个还有这个新闻稿，还有这个海报啊，招贴这些我都要负责。但是叶芳那个展览在金陵美术馆那个啊，但是这其中里面还有重要就是做画册，这个都要管啊，就是要。关于画册的架构、编辑、开本，用什么纸张，用什么字体，字句、行距都要管，管得非常细。但叶芳这个呢，这个画册没让我管，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那他自己做，我不管，我就不管了，是吧？不管了之后，他说他要到台北做，然后他做了一个折页，哎，折页拿了之后一看，好像这个人好像会做设计。我当时不知道他在北美馆是做过设计的，专门做这种出版物的。哎，我马上就发现这个人好像是专业的啊，怪不得不让我做啊。这就是刚才我就没讲的，想了想着就把这事给忘了啊。那刚才这个那个，现在是让我讲一下他的这个什么，好像这个负面的是吧？负面其实也没有，就讲讲昨天来看这展览之后，我们怎么给调整。当然调整之后中间碰到问题，这些方说这个策展人都已经看过了，好像动的话可能不太好吧，对吧？后来我就说一句话，我说这个作品是你自己的，策展人也好，我也做过策展人，这个事情要以你自己意见为主啊。当时我就给他提了个意见，就是原来那些盒子摆放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影像和那个盆景这个石头组合这一组呢。就是就被前面障碍了，看不全啊！我拍水拍不全，我说能不能给它调整一下？他说这三个盒子呢是一个连续的，那我说如果是连续的话，这就更看不到前面有两个挡着，所以我们就给它调整了，调整到现在这个状态，可能我相信自然来了也会比较满意，没有提咱们意见了，是吧？对，就昨天我们确实好像都快结束给改了啊，这个里面就牵扯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策展人如何和艺术家的这个合作的问题啊，就是艺术家的作品是主要，但是呢，这个策展人有的时候他考虑到空间，考虑到观众啊这种感受，啊会提一些意见啊，但是呢，这个是向好的方面的解决啊，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并不是说比过去更糟啊，但是这个，因为他做的时候，昨天策展人不在，所以都已经做完了嘛。所以我看没有策展人，我就问叶芳，我说你这个有策展人吗？他说有啊，我说有。我说那好，那就整个这个还是按照这个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协调来做。就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策展的经验，就是这个有一次我看那个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中国馆啊，当时策展人是洪汉如，他策了三个女艺术家展览。一个是这个沈远啊，就是那个黄宇明的太太；另外一个就是凯旋，当时在荷兰啊；还有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什么飞呀，我忘了那个曹斐，也是你的，他们一起的展。还有一个不是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李秀珍。李秀珍的作品在那个中国馆里面是，好像都是用一些器物啊、食物啊，然后布啊缠的那个像剑、像武器啊那种，在那个空中飞吊起来，我就觉得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那个油罐非常暗，留的通道非常窄，所以要在那个通道里面要摆这个作品，好像不太可能，它会影响它的视线和那个包括行走啊。我就问侯汉如，我说这个布展是谁布的？他说是，他跟这个李秀珍一起商量啊，然后呢，好像还是他的意见为主，就把这个原来李秀珍这个作品曾经在其他美术馆展过的时候是放在普通的空中，视线能看到，那现在放到了一个大概2米以上的高空啊，就好像从空中来了很多那个箭和那个毛在飞行一样啊，就非常有气势。哎，那个时候就得到一个经验，就是，在一个展览的过程中，策展人和艺术家要很好的这个协商，然后就提高了这个作品的这个品质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叶芳的这个布展比上次好的一个原因就是，
在空间上啊，就是比原来要紧凑，而且有条理啊。但是呢，也有些问题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我是觉得这个，现在有个矛盾没有解决，就是我一进门的时候，这第一个房间中间那个亮的那个空旷的那个水盆，其实也没有水，那个玻璃盆和那个投影结合的非常好啊。这个当然是底下有那个有那些照射之后，我发现那个玻璃器皿的那个边缘投射到板子上了。这个问题为了解决呢，铺了沙子，还铺了这个棉花把它遮掉了，一般的观众都看不出来这个技巧啊。这个解决方法也非常不错，但是有一点就是就是这个房间很暗，那个房间也很暗，到了走廊吧也很暗，所以整个来讲就是比较压抑，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需要有个亮的房间，这个亮的房间呢应该展出你的绘画，在暗的房间展出你的投影和装置，就有光的装置，是吧？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房间那个画，我觉得有牺牲了，因为那个我相信在一个光亮的一个高调的包括地板都是白的这种空间里面，画的那个灰色可能会更高调啊，就更有那种高级感啊，和那种悬浮感，对吧？那这个呢，就是因为要照顾到中间那个亮的部分，所有的灯光都得暗，不暗的话它就看不出来嘛，是吧？所以那个画呢，就是集中投影的那个作品，那整个呢就是缺少发散的感觉，因为你知道房间很暗的话，会空间会压迫那个发光的部分啊，所以这个画呢就。我觉得就是有点牺牲了啊，就有点可惜啊。如果要是重新来一回的话，我们可以讨论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那么第二个房间是可以的，因为那些东西都需要光啊，没有油画，没有那个加上绘画啊，所以这个第三个走过道我也觉得不错啊。这边他利用了这个镜子啊，后来是个跳舞是吧？有舞者在中间走是吧？但是我昨天说了一点，我就说如果有一个移动的拍摄的轨道从上面让舞者在下面走，这样的话呢会非常漂亮啊，就是俯视下面，就像我们的无人机拍摄的那些影像一样。当然这个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啊，已经过去了，就是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可以探讨一些问题啊，在下一次展览里面可能把它发挥的更加极致一点啊，我就是这么一个动作。